好了，我来到那个，我看一下，龙轩餐饮，这边我常来吃的，以前呢、啊，那现在很少了。然后想说肚子饿了，吃这个，我看一下食物。葱爆肉丝，葱爆肉丝，这一间我常吃的，还蛮好吃的。跟以前差不多，要点这个，好吃。火锅汤，火锅汤，金毛。哇，这金毛好好吃啊，蛮多的。看到金毛很小颗，金毛很小颗，很好吃的，最好蛮鲜明的。嗯，葱爆肉丝，老板娘还是那一位。我老婆还要等餐点。老婆，你想吃什么？炒饭。啊？炒面。你点炒面了？不是说炒面吗？对啊。我老婆这家炒面也蛮好吃的。好久没吃了，该有五六年了吧。最近都在这边工作了，所以。来这边多吃，肚子饿就吃一下，来，好不？来，吃一个。没看到你。呀，好掉不？认真认真。这个好喝，你看看看。煮头了。没看到你。没有。你给我买煮头。我小哥。啊？我很小哥。我煮头啊，有没有鲜啊？这种是要鲜美啊，刚才喝一口还不错，味道没什么变，够鲜的。因为老板娘还是同一，还是那一位老板娘。最早吃，最早吃应该这边应该有十年了吧。最早吃小朋友那时候很小，差不多十年十几年。十几年的啦，拜托十几年好不好？最早吃到现在十几年的啦，我小朋友都那时候，肚子里面的时候。十六七年有了啦，那时候我自己发觉的，那时候在金城玩这边肚子这边吃啊，价格我不知道有没有涨价、啊，可是我觉得好吃就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多少？涨差不多了，像物质上差不多涨。炒饭、炒饭、葱爆肉丝都还不错，那那个以前有那个什么鸡腿饭，那下次再吃鸡腿饭、哦。有啊，那边有那个鸡腿饭。哎，我看到你们看到那个龙轩餐饮、啊，这家没有什么改变的。你们看到在那里？好的吗？要不可以加点一份？味道蛮那个。葱爆肉丝的、啊，你吃葱爆肉丝的。加葱爆肉丝的、啊，你也可以这样子煮啊，就是这样弄上上去啊。葱爆肉丝靠比 K 比耶，对吧？你又不敢煮牛，敢煮牛牛的话这样子是很好吃的。你现在我家哈，那属于比较咸香型的，够味，够味，哎、欸，咸香型的，够味，嗯，够味，不会太咸，也不会太那个，嗯，那铺装好快啊，嗯，我们刚才吃那个好久的炸鸡，现在来吃这个，嗯，嗯，那再不拍个，过年他要休息了，嗯。过年多了，过年大部分都休息了。嗯。大部分的店家都休息了。对啊。所以来这边就拍这些片，传统的好吃的。可以拍十几年的都蛮。哦。
我要开好久了。据我所知，我2000年在那边吃过了，到现在。哇，20年了。是吧？2000年。2000年在那边吃过了、啊。2000年还不错，我跟你还不认识。对啊。将近20年了嘞。2000年到现在将近要20年了。不止，然后快更久。说你们俩，我说来。我那时候还认识，这今年已经2019年了。不止啊，那今年就快了，超过2000年了。对啊，我跟你说你来这边吃饭20年，将近要20年了。啊？我说你自己在那边吃就将近快20年了。开了应该差不多20几年了，然后你家以前都开了。哦。你不记得以前那个？该。我觉得应该那家应该嘞。啊？鱼酱。鱼酱啊，鱼酱跟那这间差不多啊。差不多，鱼酱已经很久。2000年的时候我有价格啊，一直做冰的时候我有价格啊，2000年啊，是吧？更早1990年，1999年的时候我有肯定有价呀，鸡香啊，跟这个差不多了。你看那个招牌就知道，你看到招牌。我的饭，来，你看。下面差不多来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有哦，蛮新鲜的，看吧，你也对。哎，这买个旧酒桃，你换一个吧。啊，谢谢你啊哈。好。绿的茶米来呀，来。绿的茶米来。等等你的炒菜来。不是，对，王先生，我是张小姐，还没啊？该你们家，炒片来，好不？哇，炒片，功夫菜，还有一碟不？酱油啊。来，加，加，加娃娃加。你要吃那个吗？你要先吃看看吗？一直靠逼呀，不用了，你先吃啦。我炒片很有料啊，你看，不香。你要拍那还是拍我？拍食物啊。拍食物。好，今天拍食物给你，这样角度。我自己教。你自己教，可以吧？对。对。哎，我偷吃一下，它这个汤就是没有味道。每次都会那个汤哦。哦。我觉得哎，虾子。汤这样才不会这么干。还有虾子，你看。每家吃才不会觉得干。虾子，你看到虾子，吓人了。对，你最好吃。批评，拜拜。这个是要差，哎，下次还好多，你看。嗯。你会吃这样？你不是很少吃这个东西的？乱讲，我都会吃，好不好？是吗？吧。哦。这边还有，你看。嗯。今天讲到啊，等一下，还有那个是什么鱿鱼啊？嗯，小鱿鱼。嗯，好家伙，我刚好吃了，好吃了，好了，里面差不多结束了，结束了跟大家讲什么？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拜拜。